各位朋友，你哋今日係睇緊江山如此多分㗎，咁點解我哋著成咁樣呢？有冇覺得我哋成個景都轉曬啊？因為收視率都好好啊，咁啊好獲得支持咯。咁啊，於是下要搞一下新意思，咁啊睇下試下。喂 ，game show 啊，遊戲節目都可以古裝出現嘅啫，咁啊試下啦，好唔好啊？各位現場嘅客人，我哋呢樣咧上面呢個江山如此多分嘅名咧，係由詹叔親自提寫嘅。呢樣咧。多謝曬詹叔啊！呢樣真的要抱歉啦，呢個係監製的意思，所以本來不見得人的東西都出嚟獻醜啦，唯有多謝多謝多謝啊！好啦，其實咧就支持我哋的觀眾咧，除了香港的朋友之外，亦都有國內的觀眾朋友啦。好似咧我哋上幾集啦，嗰個回文詩啦，竟然咧係收到3000多封的觀眾來信，全部寄出曬啦。咁但係咧，如果各位觀眾你係未收到，或者係想同我哋一起玩呢首詩嘅話咧，留意今日出版的香港電視咧，亦都有刊登嘅。個節目以前咧4個回合嘅，而家今日咧有新嘢喎，變咗5個回合，再加咗一個咧叫做魚目混珠嘅比賽。咁啊，好啊，一陣間玩到咧就會同各位解釋噶啦。而家首先介紹我哋嘅名人隊先。好啊。我哋今日請到港事顧問民建聯嘅秘書長程介南先生，影壇嘅大哥大鄧光榮先生，同埋張之亮先生。多謝曬三位啊！咁朱興嘅人隊方面咧，我哋嘉賓咧就包括有鄧永亮先生。哇！呢個全才啊！另外咧，我哋有演技爐火純青嘅蝦叔關海山先生。蝦叔。繼續咧就有我哋青春偶像孫耀威。係，孫耀威。歡迎曬你哋，多謝。咁當然就梗係唔少得我哋今晚嘅《江山如此多分》大獎啦，3000元現金獎依然係有嘅，咁所以你哋答問題就記得。努力啲啦，冇錯啦。咁喺以往嘅7次比賽中間咧，係藝人隊係領先少少嘅，佢哋就贏咗4次啦，名人隊咧就贏咗3次嘅啫。咁至於最高積分嘅分數記錄咧，依然係3200分，就係由蕭若元啦、高志森同埋杜琪峰佢哋保持喎。好啊，好好好好好。咁就不如開始第一個環節啦。好，咁啊，請邊隊揀先咧？咁咧，第一個環節咧就係名人隊揀先啦，好唔好？好啊，地理啦，地理交通，咦，好少人揀地理嘅喎，嚇。好嘢喎！好似個個都以為地理好深咁啊！地理搞得好啦，長江三峽係指渠塘峽、西陵峽同埋咩峽咧？武峽。對㗎，100分，冇錯啦。中國最大嘅淡水湖係邊個？太湖。錯。或者巢湖。都錯。都錯。淡水湖喎。係啊。最大嘅淡水湖係。最大嘅淡水湖應該係波陽湖，對，100分。OK， 波陽湖。好，有好多人咧以為洞庭湖先最大，其實洞庭湖咧得2800平方公里，波陽湖咧有4000個平方公里，所以最大嘅係波陽湖。13世紀嘅時候咧，蒙古人咧係曾經咧係3次西征嚇，之後咧建立咗幾多個汗國咧喺全世界度？4個。係4大汗國，係陰夏汗國、波闊代汗國。呢個差立台汗國同埋伊爾汗國，冇錯冇錯，好嘢！咦，程生你係真係有備而來嘅喎，今日冇得備嘅，我哋嘅幸福靠你嘅啦。中國邊一度有天府之國之稱？四川，對啊，大哥。花生啫，都冇啦。係啊，嗰啲花生，天府花生就係嗰度嚟㗎啦。係啊。中國嘅萬里長城咧，全長有12000多華里，沿路有好多個關，但係當中天下第一關嘅。係有邊個嘅？哇，好似有啲關海山電視，關海山電視，應該冇錯，冇錯。喂，呢個貼士夠大，呢個貼士。好啦，咁啊，名人隊咧就5條就全部都答中，對曬啦，天分嘅。好，藝人隊，是但樣樣都人物傳記啦，地理人物傳記啊，人物傳記 OK。邊一個人將匕首藏喺地圖入邊，想刺殺秦始皇啦？哦，咁唔使講啦，荊轲刺秦喎。好嘅。做過未啊，夏叔？你有冇做過荊轲啊？係有。你自己做過荊轲啊？嗱，好，100分。邊一位中國皇帝係平民出身，而且咧仲係喺王國寺嗰度出家嘅咧？出過家嘅，做過和尚嘅。朱元璋係嘛？對。係明太祖。在《西遊記》入邊嘅唐三藏是歷史上真有其人，請問他的法號是乜嘢咧？吳莊。對。
跟住啦，蘇適同埋蘇詢佢嘅關係係乜嘢咧？父子。哇哇，睇到離曬譜啊！好勁喎，呢班觀眾嚇，冇錯冇錯。你落嚟坐。三蘇咧就係、是、蘇適嘅老豆，蘇適係大仔，蘇哲係呢、這個。啊！細佬蘇詢就老豆，係次子嚟嘅。係。西漢三傑係指張亮啦、蕭何同埋邊個咧？月下追嗰、那個，胯下之辱啊！仲有一個，韓信咯。韓信咯。韓信追嘅一百分。最容易記嗰個又最唔記得。全部答中曬喎。係全部都係歌。咁咧，藝人隊嘅分數咧，亦都係1500分全中嘅。係。好啊，兩隊咧就打和。第二個回合咧就典故新論。咁咧今日嘅題目咧就係問啊，話沉魚落雁就通常係而家大家人人都係話係形容女人靚啦，係嘛？點解要講沉魚落雁？又唔講話沉蛇落鼠啊之類？而根本呢句初初嘅説話嘅來源，可唔可以講下咧？沉魚咧就講西施啊。戴上呢個西施喺二沙雞嗰度咧，洗衫啊，咁啊嗰啲魚見到佢，哇咁靚又，啲魚雲望，所以沉咗落去。雁啊，就黃超君咯。呢個咧的確確係傳統嘅解釋，不過通常典故新論問得嚟咧，要講第一都可能未必呢個就係真嘅答案。咁有冇補充咧，兩位？沉我初初都係咁樣諗，因為見到啲靚嘅女仔嗰啲魚咧，咁啊沉集落去，啲眼咧就好似即嚇啊直升機咁樣變啪咁樣一隻隻。唔係喎，魚可能係一個代名詞嚟嘅喎，可能見到靚女咧，咁嗰條魚係嘛？咁係咯係咯嚇，咁啊沉咗落去啦咁啦係嘛？孫耀威，我開頭亂諗咧就。諗住啲魚咧就沉落去嘛，咁啲眼咧就想食條魚就要飛落去追魚。哦，即係兩件係都係睇嗰個靚女人嚟嘅，沉咗呢個人追翻嗰個，啊都幾有創意喎呢個。擔佢啊，飛落嚟。好啊，咁就請各位。好啦，名人隊啦。唔使聽佢哋講啊，你哋覺得係沉住落眼係點嘅咧？聽完先。我記得係西施係其中一個咧，就係話佢洗頭，咁咧啲魚見到佢都哇靚到即係唔～即係暈曬，沉曬落底。落雁係指黃超君出賽嘅時間。頭先啊，蝦叔都係咁講，不過講新意喎。我哋問到呢個問題咧，都通常都唔係一般咁嘅解釋嘅。有啲新意，有啲新意。如果唔係都唔會問你。係你有啲咩新意？程生，其實咧講靚女就啱噶啦。佢係《莊子篇》《莊子齊物篇》。嗰篇文章入邊提及兩個靚女，可惜唔係西施同埋黃超君，一個叫做無常，一個就叫做麗姬，咁咧就真係好靚，咁令到啲魚咧都要迴避，唔敢游上嚟，啲雁咧都唔敢起飛，即係迴避。大哥，鄧大哥有冇補充？咁都講曬好多嘅啦，都嚟嚟去都係講靚女，咁啊可能嗰條魚係美人魚咧，即係大家同類嚇見到個哇個女仔咁靚啊！不過美人魚我發覺係真係冇乜用㗎，係嘛？騰一騰啦佢。好啦，咁啊睇下啲觀眾有冇係啦，我哋呢度觀眾有冇補充嘅？補充咧，沉魚落雁。沉魚咧就係其實咧係個和尚寺裏邊。有個和尚喺度敲緊木魚，沉魚就咁，當佢敲下咪沉魚咯，揼揼揼咪沉魚啦。點解會落雁咧？就因為佢敲得太重啦，啲雁聽飛過嗰時咧，就以為係同類撞機啦，咁就跌曬落嚟。撞機。詹叔，呢個咩獎品？係可以預計呢個要頂級嘅獎品。頂級獎品，係頂級獎品。其實點解咧？就係程先生講得非常之啱，程家男孩的的確確係啊。莊的的確確係捉字莊子齊物論齊物篇嘅，裏邊咧又話黃牆麗姬啊，人之所美也，人人都話咧佢係夠靚噶啦。如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就決絕，四者屬之天下之正色哉。佢話無論係魚啊，同埋鳥啊，或者嗰啲麋同埋啲鹿咧，見到咧。點會知道嗰個人係靚啊？佢見到嗰個人係驚嘅啫，走開嘅啫。佢話人咧，人咧多數咧就係話，佢莊子呢句説話咧，其實係諷刺啲人啊，唔
好咁絕對化嚇，以為真係會咁緊要。咁啊，後尾啲人咧就將莊子呢兩句説話改咗啦，如見之深入，要見之高飛，將佢改咗嚟沉魚落雁，就夾硬安咗落去。嗰、那個女人咧就咁無常變咗係王祥，呢、這個麗姬咧就變咗黃超君。其實咧就係、是。都爭好遠嘅，因為莊子嘅時代根本都未有嗰扎人咁樣，咁樣咧就分數咧就應該名人隊富魯馬士啦。唉，呢度係哇幾多分㗎？我都唔記得咗。200分滿分，呢個應該俾曬200分啦。藝人隊就50分啦，好嘛？即係俾面啊，俾面啊，好啦，任你嘅咋。好啦，既然係咁嘅話咧，就睇睇兩隊嘅分數啦。第一回合之後，藝人隊嘅分數咧，暫時就係1550分。咁而名人隊嘅分數咧，暫時就領先係1700分嘅。因為一陣間仲有好多回合，好多回合，仲有問誰領風騷啦！廣告之後翻嚟，我哋再玩啦。而家咧就到咗我哋現場觀眾答問題嘅時間啦。咁上一集我哋講桂林山水甲天下，咁請問你哋邊度嘅山水甲桂林呢？陽朔係冇錯啦，係陽朔嘅。好啦，咁就到我呢邊現場觀眾啦。咁我想問下大家咧，咁喺江西嘅景德鎮咧，係出產乜嘢器具？好錢啊！呢個瓷器。係，恭喜曬！好啦，咁啊到到我哋第三個回合咯，問誰領風騷啦？呢個問誰領風騷呢個禮拜咧有些少改變，就係先咧每人答一題，然後到第三題咧就由我揀邊個地方啦。皇上，你講嘅嘢我哋唔敢駁嘅。藝人隊先啦，藝人隊先啦。好啊，你撳燈揀一個省份啊，哈叔請你。係撳嗰個燈，係你就係冇錯。海南省，海南岛位于中国南边边陲，是中国第二大岛屿，而远近闻名的天涯海角，就是在海岛南端马岭附近的一处海滩上。在那里，除了有两块刻有天涯和海角的巨石，还有一块刻有蓝天一柱的大石头，同样咁引人注目的。海南岛南面的灵水市有另一个名胜，叫做猴子岛。岛上边有成千几只猕猴，由于经常有游客喂佢哋食嘢，真系唔忧柴唔忧米嘅。除咗呢啲旅游名胜之外，海南岛另一个特色就系椰树、沙滩特别多，令到呢个热带小岛嘅风光更加迷人。不过由于地处偏僻，以前唔少嘅将相大官都被放逐嚟到呢度。明朝的著名政治家海瑞就是其中之一，这个是海瑞的墓园。由于他生前成日梦见乌龟，所以后人就在他墓园放了一只石龟来纪念他。但是为什么这石龟旁边又会有一只细龟在这里呢？细龟大龟隔离有隻細龜，究竟點解咧？點解揾到個黃一山去咗嗰度咧？咁細龜係咯，細龜做咁多年都化啦。就係中國傳統上就咁樣嘅，因為咧，如果冇只龜仔咧，咁啊絕種啦。等於喺邊個門口都擺兩隻獅嘅，咁個獅乸咧就緊撳住只獅仔嘅，又即係表示咁子孫昌盛。大概係呢個含義嘅。即係有冇要補充？咁啊，希望能夠咧就啊海瑞嘅後裔咧，係可以繼承佢嘅位置，希望能夠咧係啊嚇，因為佢係放逐噶嘛，佢話呢個位，咁希望佢能夠啊點樣啊，再打翻個江山。嗯，繼屬繼呢個繼海瑞嘅位置。孫耀威，我懷疑係嗰條啲遊客咧自己冚出嚟。即係諗住模仿佢做一隻玩下咁，點知擠咗喺度耐咗硬咗啦，咁咪唔走咯。中意呢個風乾咗，我都有諗呢個答案。現場觀眾，
希望海水咧就會繼續長命百歲，咁於是再擺多隻細龜喺度，即係繼續長命，繼續長命落去咯。究竟係咪咁咧？就請大家咧睇睇熒光幕個答案先啦。隻細龜其實係因為後人敬重海瑞為官清廉，希望佢後繼有人而放喺度噶。呢三百分都走唔甩啦，係咪？都係去曬啦。係，對對對對。兩個呢、這個應該係俾三百分啦。好啊，請啊大哥，你撳鐘係咪？揀一個地方。揀一個地方。內蒙啊！內蒙古自治區位於中國東北部。區內大部分地方位於高原地帶，呼和洛爾湖，蒙古話即係清晰嘅湖咁解。湖裏邊魚產豐富，但係住喺附近嘅蒙古人就從來都唔會打魚嘅，只係利用充足嘅水源嚟飼養家畜嘅啫。因為蒙古人自古以來就以從事畜牧業為生，好似羊、馬、牛、駱駝等等嘅家畜，隨處可見嘅。呢一種用牛拉動嘅木車叫做勒勒車，當地人一次過可以駕駛七至十卡。咁由於首尾相連，就好似火車咁，所以又叫做草原列車。喺草原上較高嘅地方，亦經常有一堆堆用石頭砌成嘅敖包。咁究竟有咩用嘅呢？嗰啲敖包係要嚟做咩嘅咧？會唔會廁所咯？嗰啲係墳墓嚟嘅，嗰個墳墓嚇，等喺度。咁另外仲有一個解釋咧，就因為喺草原上面咧係好難辨別方向，係咁樣咧就啊，佢哋就好似一啲交通標誌咁。咁你當你嚟到呢度咧，你就會哦，呢度轉左啦，呢度轉右啦。總之係識別呢個交通標誌，好多種解釋喺度。有冇補充？會唔會係喺草原上面一種驿站咧？搬開啲石入邊有 sofa 嘅，可以休息啊！程兄，點解前面要影嗰啲車咧？一定係有啲關係，同車有關係。咁所以咧就阿正話阿張之亮講話啱，即係一起碼啱一部分，即係同啲方向有關。我估計仲同啲距離都有關係。你望多兩個，可能就幾多公里咁上下。好，里程碑啊！有冇觀眾要補充？嗰啲咧，嗰啲咁嘅嘢咧，就愛嚟困住啲野獸，係個愛嚟困住啲野獸啊！野獸咧，嗰啲駱駝咧，野性難馴啊，困得耐咧，咁啊掂噶啦，即係啲野獸，即係困下啲駱駝啊，困下啲馬，等佢乖啲咯。細路哥曳都困得多，困客房。正確答案如何咧？請大家睇睇熒光幕，揾阿包公講俾你聽啊！敖包係用嚟祭祀祖先同天地嘅。另外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面，蒙古人亦是以敖包来辨别方向的。张导演好嘢，张导演好嘢，张导演好嘢，细蚊哥哥完全得晒，又三百啦，咁就系名人队系三百分。好，咁啊即係2000分啦。咁啊，藝人隊啊，真係1850分。咦，我哋弱隊咯，家。咁而家呢句咧，嗱呢個咧，你就可以答先嚇。但我撳燈揀呢個省啦。好，秘密嘅。四川省。四川省位於長江流域嘅西部，由於境內有汶江、嘉陵江、沱江同埋烏江四大川而得名嘅。四川省居民除了汉族之外，还有很多少数民族，生活方式都各有特色。例如四川省的藏族，藏族人是非常虔诚，居住地方附近都会架起一些印有经文的布条，叫做经幡，代表着信奉的经文意思，能够随风传到世界各地。另外，羌族建筑也相当传统，房屋是以乱石砌成，清一色平顶和四方形设计，简单而实用，还有百几尺高的碉楼，都是用乱石和泥土叠成的。至于四川省广汉地区，有一个很特别的传统，就是每年元宵节后，父母都会带仔女出街，还会将仔女的帽戴在老人的头上。那究竟为什么呢？
點解元宵之後四川人咧中意將嗰啲細蚊仔嗰啲帽咧戴喺佢見到啱嗰啲人嘅路人啊嘅帽嗰個頭嗰度？點解？就希望個仔嗰啲笨啊，嗰啲蠢啊，唔夠智慧嗰啲嘢咧，誒俾曬你啦咁啊！哇！俾人打喎，幾大都避開咯喎！哇，咁都幾得意喎！粒個都仲有嘅。林炳良覺得啱唔啱？我諗係希望啲細蚊仔自己嘅細蚊仔快高長大，好似人哋嗰個細蚊仔咁樣肥肥白白咁樣，長得高長得大咁。孫耀威咧？我睇佢凹落去嗰個人咧，被凹嗰個人嗰個表情又唔係好，即係又唔係好慘咁啊！如果即係將啲蠢俾曬佢，我諗佢會避噶嘛。但係佢冇避咧，我諗應該係祝福嘅被凹嗰個人嘅。咁點樣祝福咧？可能細路仔咧戴頂帽咧，咁細路仔快高長大噶嘛，咁將頂帽戴落去嗰個人度咧，可能希望嗰個人咧新嘅一年啊步步高升咁咯，俾啲靈氣佢咁樣。係咯，可能係。藝人隊嘅答案就係咁啦。名人隊有冇嘢可以？呢、這個可以超前噶嘛？我唔知道。呢個係中國人嘅美德嘅教育嚟嘅。係。嗱，佢即係話阿蝦仔、阿 B 女，嗱你大個咧，冇咁大個頭，就冇咁大個頂帽啦。即係咁啫，我應該咁啦。我應該咁啦，即係。咁咧就。又尊重別人哋喎，俾人笠嗰個咧就你個頭幾大咧嚇？你之後見到咧入面咧個特別肥特別大啲，有得大嘅。咁又教個仔要有自知之明，嗱你唔好冇咁大個頭，冇大頂帽。呢個我嘅睇法。即係細頭嗰啲就唔笠佢啦。我咧雖然冇咁大個頭，不過監製話叫我戴喎，咁咪戴啦。你都被笠咗啦。大哥。鄧大哥。咁樣咧就我啊覺得咧就好多問題佢都答咗啦，咁就即係佢。將頂帽擺喺第二個細佬哥度，或者擺喺人哋度，希望咧就因為啲少數民族咧，就佢哋希望大家和睦共處，即係大家都會係你祝福我，我祝福你咁樣。又係祝福，即係友善嘅意思。小朋友有帽戴，好温暖。我當你係家人。我喺新年嘅時間，我先將我寶貝嘅帽俾你。咁咧應該會係一個將我最衷誠嘅祝福交俾你。咁等你都可以同我共享呢一樣嘢，嗰種温馨。咁你可以暖下個頭嘅。好啦，觀眾有冇補充？我頭先睇到咧，佢笠嗰啲人啲個個都好多頭髮嘅，即係唔笠光頭。頭髮咧即係發財咯，咁佢係年宵咧，即係新蒸頭好意思啊嘛，發財啊嘛，頭髮多，同埋咧個頭咧係天靈蓋啊嘛，所有啲智慧嘅泉源嚟噶嘛，攞曬啲智慧，即係話佢讚佢叻，有發財又有智慧，所以攞埋俾佢賺。大家都唔好估啦。可惜我想大家都估錯了，所以不如看看吧。全錯。其實這些父母是為子女找契媽或者契爺，找到適合的就將帽戴在他們的頭上表示上契。你知道這些題目兩邊都錯了，兩邊都錯了，那就無分咯，大家都無分。即是現在是怎樣？那就是說這個回合就名人隊的得分就是依然沒有變過，都是2000分，藝人隊的得分咧，依然都冇變過，都係1850分嘅。暫時咧就係名人隊領先，有機會追噶阿叔啊！好啦，呢一個環節咧就係今。次咧，我哋搞新意思家嘅，叫做魚目混珠。咁咧，就呢度咧就有20個係號碼，其中咧就可以啊有16對咧嗰啲書名啊，或者人名啊，或者係嗰啲事啊、名詞啊、歷史嘅事件咧，係可以配對嘅，配為8對。有4個咧就完全啊無厘頭，完全唔拉更嘅，就要嚟魚目混珠。冇錯啦，每一題100分。即係攞曬咧，可以攞到理論上可以攞到800分嘅嚇呢一個環節。咁要記住喎，嗰啲答案咧要有直接關係先得。要有直接關係。唔可以掀兩個人名，因為大家都係人咁。咁啊，最後嗰個裁判權咧，又係喺朕嗰度啦。不如咁啦，我哋俾答案咧，大家睇睇先啦。先睇睇答案先，請睇睇熒光幕。分別咧就係有，望下先，讀出嚟先。秦始皇、戰國七雄、忠勇。C
司马昭、楚、安史之乱、薛仁贵、田园诗人、史记、地支、四书、子丑人卯、红楼梦、陶渊明、司马迁、安禄山、薛宝钗、焚书坑儒、西游记同埋三藩之乱嘅。好啦，咁啊读完之后咧就睇完啦，记得我啦，记唔记得啊？吓，记唔到啊？睇多一阵咁多啦，哎，俾你哋。私人醒嘅点？系私人醒。1、2、3、4、5、6、7、8、9、10，好啦嘛。唉，咁啦，好啦。咁啊呢次咧，因为我哋系挫弱扶强吓，我记得一个啦。咁就俾名人队先开始拣，六十六。同埋十六，同埋就安史之乱，冇错啦，安禄山与史思明对噶，好，可以临咗18，一系秦始皇与十八焚书坑儒对啦，好嘢，啱晒，好咁啊200分啊，仲有个机会喎，三次嘅喎，13、17、13就即系13就红楼梦。17就即係薛寶鈔，我都記得啦呢個，對噶對噶對噶，好。但係咁啊，300分啊，三次之後咧，就有機會俾呢個藝人隊啦。14和8。十四。我開八先。田園詩人。14，如果係陶先生咧，就啱曬啦。配陶淵明嘅。陶淵明係對噶對噶。好。9和15啊。九。先講個九先，係《史記》15係司馬遷對嘅，司馬遷係《史記》嘅作者，夏蠶失發憤而作《史記》對。好叻喎！好，三，開三係咪啊？唔會打交啦嘛？睇下先啦。好，開三號係鍾玉。十啊。十開十，三答十，地支係錯啦。咁啊，翻翻去俾你啦。十一。三。同埋三，中庸嘅，就係四支之一啦。記得咗，好啦，接十二，十就係地支，十二就係子丑人卯，的確係啦。子丑人卯辰巳午未申酉出亥就地支十二地支啦。開七，睇下先。七就係薛仁貴，棄權得唔得噶？棄權得，棄權得，佢應該開埋嗰個先得噶嘛。棄權就撥翻個薛仁貴翻去先，好啦。好奸喎，棄權。最後一個，開二號，二號係戰國七雄，哇！呢個我知，係邊個？五號，對。咁呢個4、7、19、12，再開佢睇下，完全係無厘頭嘅呢幾個係三藩之亂、西遊記、司馬昭同埋薛仁貴咧，都唔可以配對噶啦。咁啊，睇喺而家嘅分數啦，暫時嚟講咧，藝人隊嘅分數咧就係2150分，而名人隊嘅分數咧就係2500分。名人隊領先喎，係藝人隊啊！呢個藝人隊咧係。略勝於呢個名人隊，不過仲有最後一個回合，好緊張。好啦，即刻開始嘅咧，就係我哋最緊張，亦都係最後一回合歷史常識大挑戰咯。都係閉下你比分啊！好啦，嗱嚟預備啦，好計時嚇。OK。元代雜劇大師關漢卿所寫嘅名著《竇娥冤》，講個年輕寡婦竇娥被流民欺壓，冤枉地被地方官殺死。請問佢行刑嘅時候出現咗一種天象怪象？名人隊。六月飛霜。對，100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下一句是乜嘢？藝人隊。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對，100分。請大家睇睇熒光幕。呢幅年畫和合二仙係象徵男女和諧融洽嘅，通常民間會係咩？名人隊。婚宴啊，婚宴嘅時候咧。冇錯。中啊！司馬遷報任少卿書裏邊話：人固有一死，死有仲之泰山滑，輕於鴻毛啊！輕於鴻毛，100分對噶。古代所寫嘅綠林英雄，即係指邊種人？綠林英雄啊！山賊或者土匪諸如此類。山賊土匪冇錯啦，呢個咧就係《後漢書·劉元傳》裏邊話嘅亡命
聚藏於綠林中。綠林咧本來是個地名嚟嘅，喺荊州嘅當陽縣。中國傳統樂曲嘅公車譜係一種特有嘅記譜方法，呢個係送俾倫永亮嘅，應該嚇。公車譜咧音係用七個漢字做基本音嘅。咁咧，我哋想問哆瑞咪發咧，就係上車公飯。嗦拉啲係乜嘢咧？唔係喎，倫永亮，倫永亮讀翻書嘅喎。倫永亮讀翻書嘅喎。哦，名人隊撳咗啲埋，你咧？應該係，喂，咁你唔知道㗎你？六五月啦，就係六五月啦，佢講咗，我啱想講。對㗎，100分，啊，真係好嘢，好犀利啊！靖康之始就是靖康之難咧，就俾金人所老的兩位北宋君主係，係陰中輝中。我本來問你一個嘅啫，係都100分啦，梗係好嘢好嘢。流向列女傳咧，武兒周孟阿傳裏邊所講孟母為咗想孟子專心向向向學啊，係名人隊3000，係曾經搬過3次，冇錯啦。而家啲人都成日搬屋噶啦。詩經嘅體裁主要分為風雅同埋乜嘢？打風雅仲藝人隊仲風雅仲冇錯啦，風咧即係文歌，雅咧就係大雅、大雅、小雅，仲咧就係記即係嗰啲祭祀嘅宗廟嘅歌人。向呢個眾神嘅漢語嘅寒窗嚟集集説有一句説話，話世有百樂，然後有乜嘢？千里馬。對㗎，100分。請問古代啊，所謂駕崩係咩意思咧？皇帝，皇帝死咗，皇帝死咗，佢先，佢先，佢先100分，名人俾100分。好啊！明朝曾經施行一種制度叫做一條鞭法，請問呢個一條鞭法係乜嘢嚟嘅？一條鞭啊，碎制，一條鞭制，碎制嚟嘅，係碎制嚟嘅，對，係即係話咧，所有各種碎咧係夾埋一齊，一收一次過殺曬，咁就叫一條鞭制，100分，好嘢。即係你哋嗰邊好嘢。唐代詩人杜甫喺《曲江》呢首詩所寫：人生到咗幾多歲稱為古稀高齡咧？藝人隊70，我唔夠70。70古來稀冇錯。元朝將全國人民分為4等，第一等蒙古人，第二等名人隊色目人。我而家係問你第四西域人漢人，漢人第四類。漢人係第三類。第三類，對唔住。第四域是乜嘢咧？仲撞唔撞得到？第四等是乜嘢？應該是我哋補答得唔得噶？得。補答得。黃河流域獸應該是俾呢、這個俾啊男人。男人。男人啊！男人啱啦。唉，100分對噶。公元304年，匈奴人劉淵建立漢國。到439年咧，北魏嘅太武帝就統一北方。130年間內曬嘅胡人就喺北方咧，先後建立咗10多個割據嘅政權。歷史稱呢段嘢叫做乜嘢？藝人隊五胡十六國。對，五胡十六國，好嘢，武哥哥。成語所謂一蹶啊，即係100分，加到未？成語一蹶不振嘅蹶字係點解？係藝人隊，即係跪低咗，趴低喺度，撲倒跌倒咁解。好啊，最後一個問題。南宋時期岳飛因為咩罪名被莫須有？莫須有，莫須有，根本係冇罪名。哇，好勁啊！玩完喎，呢個回合即係4個回合完咗之後咧，藝人隊嘅分數睇睇先咧，就係2650分。咦，名人隊好高喎！名人隊咧就好高，破咗喎，有冇啊？分數咧就破咗啊，700分嘅。好啦，恭喜你哋啦，贏咗咧！你嘅隊員咧，每人都有得到咧，就由第一旅行社送出嘅旅遊獎券，價值係5000蚊嘅。可以去海南島多次，貴仔啊！咁綜合咁多集嘅成績咧，即係話而家名人隊同埋藝人隊咧平分春色，每人贏4次喎。哦，非常之好啦！咁啊，至於江山如此多分嘅大獎咧，就啲嘉賓一致推舉啊！江孝智先生，佢咧就話沉魚落眼咧係指啲和尚敲木敲得太大力，啲眼睛都嚇到跌咗落地，咁難諗佢都諗到，都要係，汪生，恭喜你，恭喜你啊！而皆大歡
喜嘅就係我哋每一位嘅現場觀眾都係有禮物嘅喎，就係、是、Mori 沐浴露嘅禮品包一份嘅。係。嗱，咁我哋呢個節目咁好玩，就你哋冇理由唔想嚟參加㗎。咁就快啲填到喺香港電視裏邊表格咧，就寄嚟俾我哋，索取呢個入場券啦。咁希望咧下一次可以見到大家咯。好，非常多謝各位收睇我哋《光單熱刺多芬》呢個節目，多謝各位嚟參加我哋嘅嘉賓，多謝曬。下星期四晚咧10:15，我哋《光山如此》再見啦，拜拜。拜拜。